好，我叫王宏瑜。那我现在目前在志工党的，我就是志工党的志工青年。社会有一股新鲜的力量是不错的，而且志工党就是致力为公，然后在各个的角度上面看得比较透彻，然后也比较能够用平常心去看待所有的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在社会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有一个公益的存在，而不是拿死亡去恐吓别人，而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你做错事了，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惩罚；做错事了，就必须要为自己做错事情负责。那现在就是一直在讨论这个废死的东西，反而就造就成说，哎，我反正杀了人，我也不会怎么样，反而对安居乐业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恐惧。